撞墙壁了，偷打你。跑的时候头画好后面哦，真的。你要不要看我？继续偷打你。我又回来了，冲啊！啊，被闪到了。就跑过来了。啊！倒水。有吗？有水袋吗？哎，按到。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哇！是几啦？谁是讲二八啦？为什么水袋都在那？水袋长什么样子啊？哇！水袋啊，水袋啊，就像水壶的样子。没有，那是没有。很像粉袋这样。就粉尘的那样，嗯，只是它蓝色的，粉尘长怎样，你就完蛋了哦。就是一个布袋的样子，就很像水壶啦。这样，我贴 Monster Hunter， 还刺激你，不要看他这个人。他说他有两个坏人，对，就是、壞人我四个，然后给你看，感激的排狼，看看，没有，真的没有。你真的去跟船长买买看啊？船长，船长有布袋很高的那个吗？不是、那个是队长吧？那个是贩卖的人，道具贩卖人。那个是商人，道具。他在商人的后面，他有时候会出现，他会进货。他会写说交易船回来了，就是右边会有写、嗯，就你回去了。就看一下猫猫探险队有没有。啊，猫猫探险队应该也会有。欸、对呢，要看我要去看探险，看看你有没有叫他去打，看他有没有打迷鱼龙。对，看一下，准把这个扣打都弄。我的扣打的爱小鹿啊，哎、哦，哎、欸，闪一下！哦，我闪到两只，好开心啊、哦！好开心啊、哦！大家一起闪！哎嘿嘿，错！啊，在哪里？啊，他是不是偷包了？有水袋，可是没有大水袋。你就再打他。哎呦，这怎么这么混乱啊？很混乱啊！你看，他又把人家撞到了。哎，可是我这探险队都只能打三星、四星的、啊，没到、那个。他会有选，可以选就是进阶。嗯，左上角。嗯。哦。选探险队那边吗？对啊。然后啊，那瓦吉吉啊。哎，怎么又变？走了一只又来一只啊！哎呦。啊，不然你。他又把他抓下来，他怎么一直被抓下来啊？好可怜哦！好啦，你就是玩探险队玩到没有点。我的探险队也是超那个。没有哎、欸。你是买交易船买到没点数？我觉得交易船超贵。交易船其实没有很必要要买，要就除非你真的缺一两个看刚好有的话。嗯，我也没有。在哪里？还是要还没有出现呢、啊？因为我记得他没有一开始就有出现进阶的那个。嗯，应该是还没有。应该是还没。他又倒了。那好可怜哦、啊。找对打吧。好，帮你找一点解脱。我找到对打，还会发光。哎呀，不要抓我屁股！哎，我摸到。黄色白大甲虫。哎，放尊重哦，磨刀哦。参加。错。掉好了、哎嗯。不要一直来乱啦。磨刀。错。他那个票是直接变两倍还是说 1.5 倍？两倍。钱。钱而已哦。那一个钱，然后缴两个除以二，再乘二。嗯，所以你一个人打的时候比较好。哦，大水袋不是水袋。对啊，大水袋啊。对啊，大水袋啊。A 叔跑这边讲了。他出的，他是回家了。他是飞到哪里去了、啊？哇，人都没有被丢包哎、欸，哈基。终于没被丢包了，可以吃饭了。猫养鸡。可以加班喽。吃饭。你要干嘛？等一下啦，我在挖矿，你不要过来啦！一直在那边乱，没要跟他玩。好，我靠，摸不到。啊，他在上面。嗯。
从那边走比较快。嗯，他看起来还活着，还活蹦乱跳的。他是不是下去了？没有，他在两个夹层中间。好，到中间层了。有了，看到了。哎呦！哎呦！亮晶晶，哎，他你怎么没闪到？亮晶晶到，没闪到他。可恶啊！他刚好背对着亮晶晶。好坏哦！怎么可以不欣赏我帮你放的烟火？很稀有哎、欸，不看一下吗？看一下嘛，亮一下。哎呦，被踩到了。很过动、欸。真的是哦，不要再跳了好吗？不要再跳了吗？你知道我往上搓很辛苦吗？这里，他是已经破了，都破的差不多。这能戳到吗？这不能戳的 哦，这是陷阱。嗯，他要去踩到了，欸、他踩到陷阱了。那可以抓他了，他要死了。哇，他是不是解脱了？是吗？哦，好像是。啊，那你不要走，你不要走，来，走过去。哎，过来，往前走两步，有了。还看。一人丢一颗，真的，马上回到家喽。下面我记得有矿，挖个矿。跑不掉，我觉得来不及。妈妈，挖一下，一下，哎，有，会动死一颗。感谢巧克力。耶，我 no life 21等啦、啊！哇，赞啦！我四十一等，之后多开台就是很快了。对，就开台，然后那个后台挂的就超快。我比较容易赢呐。他背上的是矿，矿啊，矿。哎、欸，我刚是不是点错？我刚是不是按到卖出啊？不知道，不卖出下。我来看看你的后台，你的直播画面。好像是卖出。对你来到卖出，啊、算了，反正我有。哦，我升级了吗？我不是四十一等的吗？你四十二等了。我四十二等了。好啊，我这两天都没有，因为我这两天后台都没有开过、欸。那来这边要穿银身？哪里？钓鱼的话，不用吧？不用啊。对呀、啊。然后后台挂的什么挂？就是后台它不是有一个预览吗？啊，你把那个预览打开，就等于你一边在看台。哦，啊，就算你没开台也可以挂的、哦。没有，要开台才。带吊台就没有哎。你要挂台，你就去那个、啊、去，反正这平台上有都很多挂台的那个、哦、睡觉台，睡觉台是，就是开着挂在里面。睡觉台啊。我不知道他没有，我不知道签约主播现在会不会有事啦。这个不好说啊。难讲难讲。全部卖出，全部卖出。探险队。嗯。我是不是应该去面对暴鳞龙啊？嗯。我同意你，不喜欢面对暴力龙。他关耳机，关麦。看一下他的台。看看龙。啊，终于调查完了，好累啊！花几天啊，两三天了。
我卡双暴力嘛，对啊，我一直没有去打，不对，应该说我打了几次，可是都一直死，然后我现在就是有点心灵受创，不是很想打，玻璃心中。走啊，咱们来打、啊。宝丽龙，宝丽龙，那只超漂亮的。宝丽龙，雷的，好吧。打打看吧，大罐饮料，没有水，啊，打到麻痹我，躺在地上一起麻痹了吗？一起麻痹，跟两只猫一起就没麻痹了，好了，走吧。好，等一下哦。光剑。啊，那个撞刃头也靠边。它在哪里啊？从一号。我还没打，打掉的是音乐跟那个杰克的。嗯，暴林两打比较轻，大病很痛。是人大便痛是什么意思？他是故意那个打泥鱼龙的时候，旁边一定会有吃火龙，是不是？没有啊，啊，没有啊，因为同个生态啊。他只是因为他会在那边乱飞乱飞啊。打三次，三次旁边都有一只龙哎。你太幸运哦。如果你接同一个任务的话，它里面的状况是一样的啊。看我要两只飞龙加一只泥鱼龙在打架。吃火加萤火加泥鱼。太多了。大剑没有，这是大笛子啊！我看看，我看看，你们拿在，我看看看，看到我的装备。这个是大喇叭，你们拿在，看看看，他录影啊！哦哎呦，不要打我！你们拿在，我们打蛋蛋，打蛋蛋，蛋蛋，陈蛋蛋。啊，好混乱！打就对了，打就对了。啊，终于把我痛！哦，喷火，喷火！哦，不知道我的火耐多少。怎么看自己现在身上？哦，18，痛了，算了。耐高攻击地区，耐高处。女龙走了。好好好，跟着他走。我要回去拿一下陷阱，我没有陷阱。陷阱我有啊。那你抱住，那是不？那是什么？应该睡觉了。看我抓会不会有水袋？很秀。他几乎。黑虎那抱，差不多吧。好了。睡觉了吗？他没有睡觉，他没有睡觉。哦呦！你先打，你先打。打击背。啊？今天生日看我的牌哦，生日快乐！生日快乐！阿哥叫打击。Do be omelette。哎呦，又被丢包啊！打击背好像是来了。海贼王。哎，然后你们是不是要抓完了、啊？快了，快了。没有，现在好像还是可以。可以啊，因为大了嘛。十分钟以内都可以。还行还行，吃货不在那边。哎，不是说是两人本吗？是了的，因为刚刚那个两人的那一场失败了。好假！现在也可以进来啊，还没抓之前。乖乖，那个应该还应该还讲可以再讲一时间，时间应该还。我跟杰克还。你要去哪里？他怎么在瞬移？瞬移吗？不要啊！我不想打 2.6 的两只啊！我不要！你为什么会瞬移？可以告诉我吗？哦，我这边遇到一只了。我这里也有一只。好的。
哎呦，修！也不可报仇，就是超过十分钟。超过十分钟。哇！哎呦，烦！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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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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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云的血量好可怕、啊！他跑走了。我没有水了。我绕跑一下的。预定。嗯，反应。让，不过死。不过死。感谢干爹的99个能量卡。好、啊，结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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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翻了！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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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你要来挖？哦，你打完了哦。哎呦！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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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没、哎、一直没有出现骷髅，我就好下啦！完了！哎，就说有阴影吧。不会吧！我哎，我去大水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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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大水袋，嗯大水袋，我来了，上棋，你，哎、欸，等下看奖励，上棋。通常奖励应该会有。有了三个，哦，在哪？哇哇！一次给三个，哎、啊，给我个荣誉，哎，好爽、啊！五个，哎，五个，哦，为什么在留宝币陷阱？给我个龙鱼，你猫放的吧？好像是我的猫放的。哎呀，我刚刚按到右边，是不是？哎，翅膀。哎，啊，小鱼，很惨哦！为什么我觉得这次比上次还惨呢？为什么的？龙三龙出现。哎呦，好痛！这说是心理阴影了吧？心灵阴影，就跟打角龙一样，都是心灵阴影在作祟。心灵阴影，然后打起来说：“哎，不行啊，打不过了。”哎，不行啊，好难哦，打不过了。不行啊，不能输。你的气势已经输给他了，真的输了。哎，丢错了，然后我要吃药了。我来。所以团团是一个人在挖矿而已吗？不是啊，欸，因为他一直连不到我，所以他就自己去挖矿什么的了。好难过。泥鱼龙怕什么？怕是雷吗？我有吃了。怕雷或水，看他的看他的状况。感觉我找雷的。正在研究在那个。啊，找到了。他为什么瞬间倒退啊？为什么？你为什么会瞬间倒退啊？为什么？麻痹属性跟雷属性不一样。嗯，不一样。我看他不会动了，欸。完了。你要陪我打，该退了，该退了。要陪我打萤火吗？萤火龙，好啊！他要动了啊！动，他动了，他停在半空中了。
完了，他分解动作了，完蛋了，真的完蛋了。杰瑞不是要打，杰瑞不是要打，打什么？冰火，我先去看任务。冰火，我先去看任务。任务叫什么？神秘王国的女王。哎、欸，我也是哎、欸。那到底、啊、那个是都一样了？那个要过动画吗？要，那个要过动画。我好像没接到这个、欸。你现在应该还是爆狂爆图什么对的吧？你现在那个痕迹还没抓完，对不对？我看一下，我去找，我还没前面接到那个。现在应该是因为那个痕迹还没找完。可能是。对，应该是。我们要找完。等你啊。那你们先打、啊，我先去。啊，不知道，我先看动画，然后我们等你那个再打。啊。或是你们先打，然后等他接完再打一局。哎呀。我要去打一下夏威对那个贝瑞尔。你为什么要打夏威贝瑞尔？我要做新的太刀。这上有泥巴怕水，没有泥巴怕雷。嗯。哎、欸，动画是要看到哪里？看到。可以，你可以发求救信号就可以了。对他跟你说可以发求救信号。被口头骂，救我！救我！我的猫掉下去啦！安静了。拜。如果猫了，我再升级。如果这次猫了，又要再休息好几天才要再来打了。是。你知道我宁愿直接去打明灯笼，我也不想来打松暴鳞吗？有了，我有神秘国王的神秘王国了。好，那先看动画吧。增加。好，看完动画了，我可以退出了。可以发了吗？那我们等那个，我们都退出，等那个去哈基那边打。好，大哥，我的魔刀啊，大哥。好，哈基等你哦。好哦。晕啦，完啦，晕啦。啊哈哈！我的脖子。对，因为那个飞龙之后，那个脖子往后了。不是。断哪一段？啊，大哥，好痛啊！好、啊、玩，要睡觉的玩。啊，草蛇说拔群才对。出类拔群吗？出类拔萃。出类拔，好。真的、啊，出类拔萃是有这个成语的啦。知道啊，不可以这样纠正别人、啊，不好哦。不是啊。我是说，反正不知道是拔群还是群拔，那我讲出类拔萃好了，这样就没差了。我啦！我惨死掉。过来，就白色，就白色。你有没有橘色？哦，有哎、欸，你有橘色、欸，太棒了。在哪？我直接找旁边的小智去拿橘色。哎、欸，哈基，等你发送去拿。我要发是不是？对啊，我在等你。哎、欸，你不用等啊，直接进去啦。直接进去就好了。直接进去吗？我在假的。直接可以选那个进入任务就好。我发现一件事情，我没有带药，我刚得完了。一还是十二啊？十二。阿弟，你在几号啊？他看不到吧？好。哎呦，走。哇，不想播了。我没有吃饭，我还没喝，我没有药水哇！啊！先吃饭再出发。要吐。我也想吃饭，我肚子饿。啊！欸、死了。哎，死了。我去上个厕所。好的意思。痛苦。而且等一下你先退旁边，我先给你秘药。好，我已经包了，爸。八十几个，跑回家就好了，跑回家就好了，家在附近。可以。地狱不要跑，不是灯笼鱼不要跑。是猫猫吗？我去带那个。哦，龙在外面。那就底下了，就是外面而已。
哦，他们他在跟风飘打架啦，白痴哦！耶、yeah, ，我也抓到灯笼鱼了！灯笼鱼，看呐、啊！你跟风飘好好打架，你还找我干嘛了？找他们上去啊！再请你要上去。对 对, 對，你再点一下，回到那个。回到据点、嗯。我还是不会用闪光弹那些。你先选择你的闪光弹，然后按下你的左键，让它装备在你的小的手部的弓箭上面，然后按 C 瞄准，然后按。我现在身上没有闪光弹。好哦。好哦。好哦。好。补给箱里面有吗？给你们的去把光虫啊！补给箱里面。我已经去拿个闪光弹。没有没有，你又没有闪光弹啦，回去。哦，你要那个箱子自己拿就好了，自己家里有。哦，对啊对啊。我以为你说的箱子在这里面哦。帐篷啊。哇，嗯。你不是在这边可以拿东西吗？第一次进来。来来。ここでは武器や防具を使って。しっかり準備していきましょう。十五号走掉了。十五号地图啊。闪光弹。刚换了八号了。闪光弹在哪里啊？哇，我上次用完了。上面还是下面？哦，就是上面有三根的样子。上面的。升级完了。升级完了，要再打一次吗？哎，头好痛啊！风飘了，结果不好意思，结果风飘了，结果不好意思。哦，石火龙在这里，萤火龙，我看到一下，好爽啊！哦哟。要放过我，对不起，对不起，我走太近了，对不起。哇，被丢到了，哇！直接命中，你被火球砸到了，对吧？哦，碎哦，击到了。正在吃那个说，哎，哇，但是那个猫饭的不能再吃哎、欸。对，你只要十分钟之后才能再吃。嗯。而且上一局吃过的素材，你这一次不能吃。是，没错。好，换个手手。哒哒。哎呀，反正是只是要升级东西，没钱把我挖的那些矿拿出来卖去了。你知道我矿就是每次缺钱，然后就来卖个三十个矿那样，超多的。我在跑了，我骨头也不要不要饶了我，我还在。没事，傻粉真，我在跳，我在跳，我喝水啊，这是谁呀、啊？抓妖姬，卡超，卡超，哦，抓妖姬睡哈，哎，卡擦了一下。哎，还有风飘龙，白痴啊、喔！干，又三方打架。我先把他们打走，等一下。嗯。好、哦，风飘应该会飞走。哪里？他是照相机啊。嗯。照相机拿走。卡超。看那。哎，风飘怎么还在？繁星说好的不玩魔物猎人呢？他们有说好不玩啊？没有说不玩啊，我说我会想玩。他一直都说有人送他去玩。对啊。啊、只是现在是有人先预啊，我之后跟他拿钱啊，真的。
他没有神秘国王啊。我们要走掉了，我们要走掉了。哎、欸，埋在。你要不要走啦？而且我那时候讲啊，要不是那时候玩 POE， 不然我说某想玩的啊，真的，可以走开吗？不要啦，又是我，不要打闪过啦，对不起，对不起，我看戏看得太急，按错按错，哎、欸，你按错，你们在那采矿，是的，他说怎么定那个不会动，想咬我啊？对，你想咬我。哎呀，小心心，还在还不咬。好了，放个毒，需要砍刀，不得了，哪个部位啊？嗯，不知道。八。哦，又换地方了。哎，头痛。哎，头痛，不想面对。妈妈，不想打。下去啊，下去吗？你不打不行啊。下面有两只哎。他们真的好凶、啊！走旁边，走旁边，走旁边，这边太高了。我两只就会打架，是不是？那只好再找一个打手过来喽。真的？杰克，哎、欸，这里等一下，我在下去啊。他是我在八零空飘。这边有洞。我在打下位空飘。等等，哈基不是那边。你看他这，我就说他在八零吧。你可是懒蛇。横逃一个上位的猎人，在打了一个下位的龙啊！我要下位攻啊！他们只是闪光弹而已。下去啊！哦，按右键。好嘞。嗯？我们通常会说洗屏是你那种隔一段时间，比如说你打了一句，然后一段时间之后，然后你又再打，然后隔段时间又再打。因为这平台有时候你手机卡卡的时候会连发很多个、啊，去哪？通常会连发三个。它会有封压吗、嗯？那个我们是知道，那个是那个问题，所以我们不会说这个是洗白。他在干嘛？哎，抓小了。他很晃哎、欸。晃起来。对哦。他怎么一直跑啊？他去哪里啦？哎呦，才被挥到！哎呦。哎呦！哎呦，这血量要死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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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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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药吃药，快没血了！吃药吃药，白痴哦！晕在那边。哇，两只恶猫了是？哎，我记得。两只恶猫了。啊！哇！防御还在，没有在攻击啊，就是我一直都打不过他而已啊。我已经打好几天了。失败之后就休息个两三天，失败后就休息。啊，我不想打了，好痛苦哦。啊，可以不要打他吗？哎呀，喷火！杰克，好厉害！杰克去哪了？我去打风飘。他在霸凌风飘龙。啊，我跟你讲，你们大家如果知道，就是你们有时候按然后卡住不会动，会跳很多条的话，那你们就不要再多按他几下，他就是发不出来，就等他一下，不然就会跳很多个。换我了，换我了，换我了，换我了！我要帮你补血，帮你补血，帮你补血。不要不要！没事，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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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他只叫一下而已，他气了，他气了。之后的话，开台是礼拜一到礼拜五，开到十点，然后六日开到十一点。我要躲在旁边了。从下个礼拜开始，我帮哈基放个盾，或者是反正我会在 FB 会讲。然后我的简介也会改，你们就看我什么时候改的时候就知道什么时候播到什么时候。我还记得要干嘛？要按追随，不然就不知道哦，看不到信息哦。全部都追随是？对。对，有没有看到他在跑的？在跑跑那个，就每一个都给他加加加，就追随追起来。又走了。礼物发不出来，可以多按几次看看吗？可以。这个没关系，就试看看。你知道那个硬币还有，你就可以多试几次。多转多按几下，可以的，可以的。对，多按几下，多多益善，多多益善。
个方。刚才尾巴扫到，对，因为扫到加毒，最重要就是扫那个什么，从下往上的。扫这一场我抓到灯笼鱼了，赞啦，灯笼鱼，满足了，很可爱耶，你可以把它抓回家放。感谢苹果。另外有要求。樱花药我吃的啦、啊，我刚一吃的还不是被揍爆？我两个都吃了哦，我最认命了。我现在出门都会吃鬼人药跟吃樱花药，先吃下去再说。太容易死了，之后每次出门都吃一下的。我先照相啊，无坚不成上可以啦。我打超他，不过杀他，杀他，杀他，杀他！白痴被朋友一脸，杀他，杀他！哎，有卡到了，卡到了，卡到了！插到了，插到了！干！哦，粉，阿弟，哦，那个好痛哦！下，日常练才是日常练。好，我打完了。下，嗯，开的，等。完蛋！他都一直飞，都没有专心输出。你直接跳吧，我不用这样。啊，不然我这次多带个药丸退一下。可是药丸效果是可以叠加的。好，该带的都带了，开心吧。有够痛！靠！你知道吗？不是啊，我在跳舞啊！猫我，猫我，猫我一下，猫我一下！你怎么在跳舞呢？啊！小心倒了，猫没瞄到。哇！太难了。真难打。一直飞不下来，然后就打尾巴，就是如果就比较好的话就打尾巴。嗯，那个来吧，尾巴是什么意思？你要来吗？奥利了，没有了。这是试炼。你给我玩这只来，你试炼给我看。如果金钻出不可以领三万多，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领三万多？不知道，看不懂。第二页，第三页陷阱跟攻击。吃这么多药代谢都没问题，可以啦。你看看他那些药都很原始啊，虫加草而已嘛。嗯，我都好好的。全部的第二页吗？三页。嗯，那你平常放哪里啊？欸，我好像没做过饭欸。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如果你就是用做的话，你就是调和的第二页，调和第三页啊。没有啊，哪一个？陷阱跟那个啊。啊？调和呢？我先去忙其他事哦。好。好。好。第三排第八个。啊！进化本城，你骗我吗？当然去找别人啊，我又不能帮你接兵。第三排第八个是进化本城。我连我自己台我编掉的我都不接编的。编号下编号37闪光弹嘛。投射物闪光弹哦。嗯。各位。闪哦。欸。你有抓雷光虫就可以那个。光虫。雷光虫是麻痹。雷光虫是麻痹先。
我雷光虫超多哎、欸。你是不是有在养啊？我之前有养。我看看现在还有多少。杰克，杰克，对啊。骂脏话、啊。我等一下，不是哦哦哦，不要什么，你靠腰，我雷光虫还有108只，哇，还有99个陷阱工具，够够够了够了够了，暂时不缺了，差不多的哦，我都说我每次都说我还可以抓100多只哦，你就可以抓将近200只了，一样嘛，我去三嘛。哦，对，你就跟小雨一起打、啊。哦，先跟小雨一起打，然后你们打完再过来，过来帮我这边就好了。这边可以送礼物吗？我也不知道。你可以先把你变了，你可以送看看。不行，那是他干爹，不可以对他干爹不敬。哦、不行不行。谁会送你给 Benny 人？不一定啊，在我自己那平台就很常有人抖内解边呢，对不对？抖内求解边啊，抖一定数量之后，我们帮你解边三分钟。好了，你可以讲话了。是这个，我该换一顶帽子。你的帽子什么？姚一曼，你带姚一曼来吗？哦，哎呦，帅哦！看起来你蛮有胆的哦。哪有，我玩双麒麟脚啊。我喝个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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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让啊！有我不要叫麦九麦九麦九，别吵！那不是好说。泡玲珑了，哦，这只好漂亮。哎呦，还好吃下去。哎呦，才刚开始就红通通。我的文这边也是。嗯，超神奇。我们可以不要在这里打吗？这里很难打。拉进来，拉进来。啊，拉进来，拉进来。不要哎呦！不要吼！不要吼！掉在上面了，快逃啊！我撒两包了。有、哎，我刚好喝水了，我刚才喝水。哎，环境生物有办法把它收回来吗？环境生物、啊、你可以在你的那个小屋里面。对。招管家，哎、欸，我把它收回来，你就可以把收回来吗？你就把它换掉就可以了，能换掉对不对？对啊，怎么的？这个很适合当玄关的灯。那你就用别的先把它换掉啊。我没有别的了、嗯，那你先换成不同的房间，再换回来试看看。好。你可以跟我一样，为了养那些东西换成最大的房间。有啊，我有最大的啦。哦，没有特等熊，特等，对对对，那可以放超多的。我听成二等，不是啦，是特等。Special 啊，那橘色是不是就背上一点点，最小块那个？嗯，就是两个翅膀中间的那个背上。嗯。所以你如果真的觉得太难打的话，看一下路上的小只的有没有。嗯，路上的敲两下。哦，没有用，他记录来了。哇！那我这个武器怎样？挥走了。没走。
哎、欸，等一下，你飞走就飞走，不要路上丢炸弹了、啊。太凶了吧！想玩别的，我怕玩别的就就放弃了。不啦不啦，我搞不好我之后就去玩啦，对不对？哎、欸，不好说、哦欸，不好说、哦，不好说、哦，难玩哦。嗯，我知道啊，可是我不用在前线啊，在后面吹就好啦。哎、欸，在后面吹也被打、哦。我就带姚一曼，然后用那个广域一直吃东西给你们，是不是？我已经想好了。吃货的表现很强啊！拜托，我还可以吃香菇哎、欸！啊，不行，吃香菇要带猪猪头，不行，那只能带姚一曼，只能用广域了。那你只能用珠子来加那个了。真的？没有，他笛子有个效果是那个啊，香菇的啊。哦，你说可以吃？对。哎呦！啊我，糟了，完美装备要出现了吗？完了。看来我要脱离前线生活了吗？我要离开前线了，我的车都在后面吹笛子了。一个材料是什么？我有大颗的龙之泪。安安哦，安安。靠吃就是。什么？什么第一个材料？什么？哎、欸，我这样讲你们知道吗？一个龙头在左下角，然后有四分之三都是翅膀。一个龙头在左下，白色的。好啦好啦，我用截图的。不是，他那个都图都长一样啊。对啊。对啊。那。没有橘色吗？没有，好吧，抱歉，打扰了。你是要做什么装备啊？下一个阶。下个阶段的武器。哎呦，吓死人哦！不要！到时候我加 shift 哦，掉喽！得。飞高高，按了。哎呦呦！按了。什么强人？骗我？没有哎，骗我。走好了，我寻光有灯了，在哪？喝水，好，喝水，随时喝起来。掉落物捡个，还有一个再捡个。钓那么多鱼干嘛？卖掉吗？有些鱼的那个鳞片可以拿来当磨刀的。嗯，然后磨很快，比一开始磨刀时磨快多了。哎呦，痛！叶龙龙，哦，我骑上来了。我嘟，不要摔碎！你骑上去啦！好突然啊！突然间，突然就坐上去了。这个地方很危险、啊、看起来是被炸到了。对啊，我在落地站在一堆炸弹前面，还有只有一颗，吓死我。他就在发呆了、欸啊、有一点卡卡的、啊、就是他是在发呆。我们这一只啦，我这一只是有点卡卡的，我一卡下来咯。哦，欸我说下来了，我还，你骑在他背上，没有，你知道那个，你知道我现在看小雨哦，你知道呈现一个什么状况吗？就是你已经跳起来那个腾空的动作，然后平行滑行，哇，我看到你越掉了，哇，完了，我就看到那卡卡的，我不打了，我要出去了，溜了。
2.6 倍的两次机会输了。真的吗？是等下要剩我自己了。2.6 倍的我才不打嘞。唉，头痛啊！我看到我掉了。啊，卡了。妈妈，那行，打到猫了我就走了。闹对了。那云哥，你顺便帮我看一下武器，下一个要做。你破在哪里？上面一点。上面。好了。啊，飞走。别看你的啊。笛子，你那是笛子吗？啊。风飘柔。晚安，晚安。哦，我去看看喽、哦，那一个东西。帮帮我啊，猫猫们。应该是什么翅膀之类的。什么的翼魔吧、啊？那个应该是什么的翼魔？嗯，不知道是哪一只。让我看看，瞧瞧。哎，不是大哥，大哥，大哥，我磨刀啊，大哥。好说好说。我都。浮空龙之翼。对呀。那原是浮空龙啊。就是白色的那一只，哦、那脖子会长大的那一只。啊。惨了。啊，不打，丢了，丢了。要帮繁星打吗？用电脑吗？对啊。要打我主线的还是打浮空？都可以啊，现在刚好四个人吧。我不知道。哎呀。啊哈，我要去。刚刚。掉大概只补20/3的血量吧，嗯，那好补的好利哦，好帅哦！定 ID 吗？小佳佳，不行，不行哦。杨希，你问小雨就知道喽。因为我不想有奇怪的打到一半游戏突然加进来，然后又突然的出去就变二点，对，就是不知道在干嘛，就突然加进来然后又离开。不用带我，不用带我，因为有很多人可以带了。见你们这样带我带太快，我会享受不到游戏。真的都不知道2.6是什么。对啊，就是在旁边拔拔草，不然怪物就爬咬我，发现我。对啊，等你们带我打到一半，我在拔花拔草，他突然瞪我一个，怪物又真的每一个打他都超痛。哎呀。好多德哦，太多德了。的笛子，没有，现在我就没有这个图的卡。哇，这个是那个很奇怪，每次都在我说影片下面有爽啊小雨的人啊。爽啊小雨啊。啊？就很奇怪啊，就不知道就有一个观众，我 YouTube 的影片，不管是直播频道还是原本的那个，然后就是什么都不留，然后去翻你很久以前的那个影片，然后就留爽啊小雨，然后我觉得很烦，所以我就把主频道把它封掉。这样你就注意到他、啊。哦很烦你、欸、我跟你讲、哦、黑叔你昨天在帮我还有哈记打龙的时候在旁边烤肉我直接挥你一棒你知道吗一挥的哦超气超气那拼死拼活在旁边那边转圈圈我直接有一棒挥下去高阿小最气耶哪一个为什么可以用电脑版因为它有电脑版啊电脑版啊为什么有问题有了吗回答你应该还做不到吧好小雨要过来吗嗯帮我来我这来我的事杰克呢要看我可不可以连过去我要带大乌贼打好啊那我要站在旁边看张火两件体就对，要打阴火风飘，风飘风飘浮空吧，那、啊、是浮空哦。你要打浮空那个脖子会胀大的那一只。嗯，就是那一只。浮空怕火，不要，我要拿冰揍他。No， 我要拿冰揍他。好，你要没有浮空。加油！因为冰的刀子比较帅。好，我看看悟空，这里有没有？悟空，不管，我现在生气，我要拿火龙棍揍他。
这么气、啊、哦，我有捕获浮空龙。好，捕获浮空龙。谁在挖矿？哦，杰瑞。冷了吗？没有，我想说怎么会有活动任务的那个？谁在挖矿啊？看见书。电脑版不能在电脑上玩，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以信任的？电脑版不能在电脑上玩。没有，他说如果电脑版不能在电脑上玩。哦，有啦，他最后有考完啊。电脑版只能在主机上面玩。哪一个十二吗？十二。幻光刀。没有，我没有要认真，我只是去霸凌浮空龙。要浮空龙那些真的都是霸凌他而已。要抚慰一下心灵。真的，要打一点舒压的、啊。哎、欸，你们要浮空龙哦？我看一下，我记得我有。我们是打下位的哦。哦，下位的哈。下位装哦。对啊，因为你那个是下位的翅膀。靠！我拿着在玩哦、啊。所以你的还没有升上去。在享受钓鱼的乐。跟把仙人掌的乐，哦，好爽哦！请问你是要打 W 吗？打成打他打什么？他打 W 哦 ，W 哦 ，W 哎呦！请问你有玩 W 吗？你们将会有，将会有。噔噔噔！我猎人回家才能打，我已经打一百个小时了。哦怎么超划水？哎、欸，你怎么啊？你们想要他怎么可以说一个 support 在划水？对啊，你们一定就是那种每次打团战死了之后就怪捕食。对啊，不是很重要吧？我捕食，那不补血干嘛？自己都不擅长。这是什么东西？要钻洞出去。对啊，钻洞出去啊！想说看你们在绕圈圈。没有，刚刚在示范。啊。你们玩将会，我都玩费玉清，挂小了。哈哈哈哈哈！那个挂小，这是最厉害的。挂小。我费玉清。费玉清。我是觉得你们这样子很有问题啦。有病吗？哎、欸，反正你要不要抓这个？卡超，抓什么？天上出来了吗？天上这个。就天上很大只在飞的那个可以抓，那炮做了啊。有个地方比较好抓啦，只是稍微远一点。不会啊，这里也很好抓、啊。哪里？嗯，这里你知道不要打下来就好了。就天空中的那个。等一下。哪里啊？不是啊，抬头，你抬头。抬头啦。就是那个很像太古羽虫那种。可以抓。可以啊。看你不知道我家屋顶不是我家天空就是飞这个吗？到啊、嗯哦！他下来知道这个吗？白痴哦，是谁啦？不是，那是风飘龙啊！妈妈，我可以抓他吗？哦，好晕！不行啦，那个不能抓。想抓龙回去吗？还是小动物？哎，我没打到啊！反正就是你拿一些小石头或是干嘛，可以把它打下来，然后再把它抓起来就。或是找人帮他弄个弓箭啊，或是虫子去撞他。对对对，反正就是打到他就可以。他就会掉下来。等一下哈、哦，我帮你打看看哈、哦。你确定现在？没差啦。现在我也可以啦，其实啊，只是他一直在啄我。哈他为什么啄你不啄我？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我有点痛啊。等一下，我打一下。被什么啄啊？风飘龙啊！啊，咬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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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死，嘎死！哎呀呀呀！有没有掉下来了？掉下来了！你赶快抓！在哪里？在哪里？